为何如此执着想成为哥哥们的爸爸？哎哎，也不能说挺荣幸吧，反正这是我应该有的。他没有发现。哦，小女友。小女友。啊？那肯定。哦哟！哦哦。鱼腥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。今天我们来挑战去讲一个 flag。你敢问，我们敢答。现在开始。哦，丁真心。作为团内唯一的成年人，列举三件我行你不行的事。第一件，我可以去学驾照了。哇，去兜风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嗯。你不行，嘿嘿，是吧？是。第二件，成年了可以染头发了。第三件，可以光臂了。你不行。那其他人听到你们听着的这个调戏，有什么感觉？学校上嘛，现在还不小。没事，不到一年了，好吧。成年也就这样。不错哦，就这样。什么意思哦？是有真被冷到，可能被绕晕了。哦、谢谢，有被冷到。好、啊，那我来了呗。小刘，小刘啊，小刘啊啊，为何如此执着想成为哥哥们的爸爸？哎哎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吧，可能就想当他们的爹。你们还 A 了吗？你们同意了是吧？我们同意的是你最后那个字了。反正就想当他们的爹吧。给你一个翻身的机会的话，可以对那个哥哥不好意思把他们说什么？哼，挺好啊。啊啊啊！嗯，你们回去都乖点啊！你们回去都乖点。身为这个14岁儿童的优势，优势可能就是因为14岁吧。劣势的话还要中考。对，确实。请问张震云先生，荣获内娱唯一2003年男爱豆这个 title 有什么获奖感言呢？是真的？那有2005年的吗？2005的太多了。其实我也是2003年的。这是缘分，这是上天注定的。12月31日23:59的时候生出来的。哎，也不用吹了吧，好吧，这是事实摆在这儿。以后提到2003年的，哎，国内2003年的爱豆有谁？好像就一个吧。那挺帅的小伙儿哦，时代少年团的哦哦，张震远呀，原来是，我的天，也不能说挺荣幸吧，反正这是我应该有的。哦哟哦哦，感谢一下爸爸妈妈，感谢爸爸妈妈吧。2003年的各位请注意了，好吗？马上把他这个给他指掉，努努力，快等着下一位2003年的 idol。突然你们给自己起一个特别霸气的什么开头，可能会想成陈立儿。西南。睡神，西南什么声？特困声。特困声，行。西南特困声，华北鲁智深。哎，干嘛都递过来了？哎，对对，那我肯定是中原啊，我不是叫中原马无量吗？你就叫西南丁吧。对，西南丁，西南花是朋友。我叫西南智多星，好吧，我是水浒里面的那个吴用，智取生辰纲。叫华南剑痴。你要想跟我一起看了，我也给你看过呀、啊，你也看，是不是很好看啊？何雪玲，电脑拆了吗？想拆电脑的真正原因是不是盯上了花花的新代言？啊，我的电脑啊，我的电脑怎么可能拆呢？哎，你不是拆了吗？啊？都不关注我吗？大家？就是我下那个五子棋啊，我下了7颗，我知道了，他5颗那点。我。说一下啊，这种事情呢只是说着气话而已。你说如果我真拆了电脑啊，谁给我花钱买呢？看你们那个小日常的视频里，然后经常被小买上
得你当我女朋友的时候，小女友，小女友，这种感觉吧，反正屏幕前面的你们肯定是享受不到的。小说，啊，魏女士的高级面霜装洗面奶，大家怎么都叫姓魏了？有没有被魏女士的七匹狼好好疼爱？我妈不会，就我妈不会打我，一般是我爸有七匹狼打我，主要是我妈没有七匹狼，一般我妈就是用衣架，还用手掌，挺厉害。当时发现你把那当时奶奶妈妈去了，她没有发现。亚轩，你说洗面奶了？我不弄死你！亚轩，你用我洗面奶干嘛？我弄死你！大哥，粉丝说你是表面是哈赫的 CP 粉了，实际上是赫敏的铁血男友粉，你认证吗？是这样吗？原来是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之前其实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调查，就是让你测这些东西，然后最后得出来一个这样什么个结果这样子。哎，这个说还挺。那你的女神去哪儿？不要了。谁让你什么？梦嘛。是女生啊，是女生。他不知道是男的吗？是 IU 吧？啊！我看全场的人都转起来看我的角色，你都没有。电脑。切丁捞面。切丁捞面。柴六金啊，就是哦，有好事。哎，这个赫敏有魔法可以帮你变出一只狗。那肯定是赫敏啊，就是这样说的。六金说我伤心了。哦，终究啊，一个还是得。糟了，马哥选不了了，马哥。赫敏，赫敏，赫敏。这个问题是问尹耀祥的。对于小学比赛报名记录和作业抄罚记录被扒出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没啥想说的，就是在小学我很乖的，只不过那些只是极个别的把它挑出来了而已，我没啥怕大家知道的。你看清了我。你觉得你是别从几岁开始爆发出来的，然后跑到小学拍什么？我有看过他一张拿着书包站在人群当中一个人。哦，我看过。这种东西吧，出生有，那你后面就有了。十六岁的严浩翔想拥有张真源的力量，刘耀文的篮球技术，马哥的赫敏，马哥的赫敏。马哥发表你的感言。赫敏是大你说你说赫敏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说什么就什么，是我的。嗯，妈，下一个问题是啊，是不是是他感觉叫又帅些，而且把自己侧脸。哦，有那味儿了。三二一，姐姐姐姐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美？这七本怎么可能做得完吗？怎么不可能？哦，对，我能做完的，我下辈子一定做完。太狠！看一下下期是谁。